哎、欸，其实蛮用力的。这个稍微慢一点，这样多一点点。你看有红吗？有红哎、欸，跟我的 YouTube 生来一样长。并没有，真的很像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有睡着，就是会让你整个神经就是舒缓，加上如果它有音乐的话，会容易进入。哇！耶、yeah, ！我是小哥哥艾里，最爱你。没错，艾里要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月式洗头。帮我洗头的是来自八九妹。嗨。哎，刚刚是要唱什么歌？早就知道你坏坏。今天我来体验一下比较月式洗。客人来这边的话，消费都是两个小时，按头是一个小时，然后洗头又是一个小时。那如果主体的话，又是一个小时。有些客人就会包三个小时，把全部的体验都延过一次。那我今天要来体验三个小时。那我们报告都是我们看今天的月式洗头。大力的，哦，这是要干压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会干压，先放松一下胸腔。哇，酸到这里，我这时候要呼吸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没有正常呼吸的话，你就觉得这里很痛。没有，严肃的心态。哇，哇，欸、其实蛮用力的。这个稍微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哦、这样多一点点。你看有红吗？有红哎、欸，跟我的 YouTube 生来一样长。并没有。现在是要怎样？所以女生也是这样啊？对。因为上次我是在其他地方按，它是会有一个躺在一个地方会有那个声音，然后可以让你洗。我们也会有，因为我们主动的话，有些客人喜欢按头推，因为他们觉得很轻，然后推开的时候就会很舒服，然后再按。哎、欸，讲真的，这个胸真的按一按，呼吸什么平常的都比较舒坦一点。你看他这样子轻轻这样推，是会痛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没在跟你开玩笑。其实靠近头气节的部分这里，真超痛的，哇！按头，然后我们头部的话，手机按摩的话可以按45到60分钟。按头有什么好处？头其实大部分不出，然后有些人不愿意按。哇，你这个是一般的力道吗？算正常，没有出到太大力。但客人有些他就会说，哦，他要很大力的话，我就会站起来按。可以要去站起来按。可以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有睡着，就是会让你整个神经就是舒缓，加上如果他有音乐的话，会很容易进入。它这个真的让你整个头的那个压力整个释放，我觉得很适合长辈，对不对？妈妈们他们都来，他们想要安心的话，就可以选按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压力都太大，它压算是有力，但是不会痛。OK， 刚刚呢，因为我们按完胸部跟我们的头部了，然后呢，刚刚我们要去洗头，我想说，因为我平常眼压比较高，所以我请他把这个洗头的部分改成。做面部拨筋就是可以舒缓眼压、脑压过高，可以用像这种拨筋棒，然后我们可以点按在眼睛前面，然后这样子按。如果眼压过高，看起来就是超痛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我们这边都有穴道，我们就用手。有些人可能会有点酸痛，看这个客人状况。这客人如果比较怕痛的话，那可能就用器具带力道小一点。那如果客人他可以接受的话，就是可以利用手器。但额头啊，像我们长期这样子。哇！哇！其实你蛮容易压到点的，哇！你会感觉你的肌肉被拉扯哎。然后现在客人如果按完头之后，就是可以去洗澡，他刚刚跟我说，他按一个头可以按一个小时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是真的一个地方按很慢，然后他是真的让你放松那个穴道那个附近的地方，
像他刚刚有本书要帮我洗，可是我跟他说，哎，叫我现在35岁，我有时候莫名其妙看雾雾的，可是他帮我压完也压，我没在胡乱，这真的，现在是整个很清晰，你知道吗？这大概多久啊？有些客人频繁一点，他可能2周就来一次。这个跟油压、指压完全不一样，它这是着重在你的部位，越是洗头听起来很像真的洗头，但其实不是，它是整体的让你局部的去做舒缓跟放松。而且你看它这样子很辣，不止视觉上的享受，它的那个力道是没那个。今天很开心可以让你为我服务，然后呢，如果大家想按的，记得锁定我们痱子一期的哪里？舒压专区。哎呦，痱子一期上面预约钱钱，那跟大家说拜拜。